杨丞琳11日宣布被男友李荣浩求婚，喜讯传遍演艺圈。 Ella 11日出席活动，杨丞琳传出喜讯， Ella 也笑说，之前看到她分享生日快乐那个影片，从后面环抱住他了，哇，好浪漫哦，在船上夕阳这样斜照，啊呦呦，就没想到下一刻李白大哥就求婚了，太 surprise 了，很为他开心，真的。